祷告会受到重召，上天一定会听见，圣光必定会降下正义，但是你要有耐心。来，跟我一起祷告，愿阿卡拉特只因我不受侵扰。愿阿卡拉特只因我不受侵扰。愿他引领我灵魂。愿他引领我灵魂，并饶恕我罪过。并饶恕我罪过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现在时机不对。我来这里告诫，因为我犯了罪。我是个小偷，专偷有钱的人。我背离了你的圣光，我做的工作见不得光。他们叫我凶手，但我说这只是工作。我是小偷，是异教徒，而且还是个杀手。阿卡拉特会饶恕我吗，神父？哼，你在嘲笑圣光。不过那些禽兽迫害我的信徒，而你，你回应了我们的祈祷，那就这样了。你欠我一个人情。你要找的人是感谢上天的安排。上天，别搞错了，神父，我可不是上天派来的。